我们马上就开始清理啊，这些钱币，这些都是，啊，我们把我们的手机放好。抓来一把，像这种都是，这些都是没有清理状态的钱币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基本上就是拿这个布啊，把它擦一擦就行了，不需要太麻烦了，它就是拿布擦，不用用任何东西，就是拿布这样擦，也慢慢的擦，它的颜色、东西、字口啊，都会发生变化的，这就是把纹，就叫纹纹，它这里纹。看擦完以后这个字口的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，对吧，这是丛林中宝的效果啊。再给大家擦几个，你看这个是长这样的，对吧，看我们就擦一半啊，做个效果的对比，非常的明显啊，就把它擦一下，可以看到是不是擦干擦出来它就变成这样了，对吧，就是很多人卖你钱币的时候为什么品相好，他就是刚刚拿水这样给你擦一下，他字口就会变得深俊异常，非常漂亮啊。这一枚肯定是没戏，这一枚他那个太丑了啊，简单给他擦一下吧，这一枚可能得去对一下他的板，但是不太清楚，像这一枚你也是一样的，你就这样擦就行了，你看这个重你就这样擦一会儿，这个重也会有变化的，你看，对啊，这样擦一擦就好了。有的没有办法了，你看像这个字现在是这种状态，对吧，你就给它仔细的擦一擦，它这个灰去掉以后啊，它这个字口会变得好很多的。对，因为正常像这种丛林中宝啊什么的，就是别人也不大会去清理它，因为价值不是特别高嘛。像这种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个都是没有清理的状态，就是桶子里开出来的状态啊，基本上你就拿钱这样擦一擦，不需要很多的，就这样简单擦一下，然后这边也擦一下，它上面有一层那个灰土，你看那个毛巾也会变得很脏很差的，以后晚一点去那个的时候，你看这一枚钱币的状态一瞬间就好了很多，是不是都差不多的啊，我这个都是随手抓的，不是说我挑好了表演给大家看的，就随手抓的啊。我这有一个盒子啊，这都是没有清理的，我就是随手抓给大家看啊，清理出来给大家看，你看这种是吧，很难看吧，就有很多东西，就是我们刚开始拍的时候收回来的时候，很多人就说哎，你这个币品相太差了，你这个币怎么怎么样了什么什么的，对，是有品相差的，但是有很多其实是完全没有清理过的，像这种都是完全没有清理过的，不是说它多好，但至少它也是个普通的样子，对不对，就简单就这样清理一下，把它的一些中间那种灰尘给它擦掉，对吧，就恢复出它原来的面目。你像这一枚是不是够脏了，其实就是灰尘还没有去因为我们在外面通过来，其实很多时候也没有去处理这些钱币这个状态，因为我们也是玩嘛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可能买的比较多，就并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把它都清理得非常干净，基本就是看着挑一遍板，然后好板别的就去打盒子了，对吧，六级以上的就打盒子了，六级以下的就随他去了可能也就是通掉了嘛，你看是不是状态我再给你抓一个，你看就这个，所以也不要觉得我们收回来的币品相很差，其实我之前在视频里面说我朋友叫我说也不要讲那么晚，其实我就说过的，我收的那一批就收的这一批重宝其实很好的，为什么，就是字口其实很清楚的呀，只是我没有去清理嘛，对吧，你看这重宝这样看是不是很垃圾啊，哎呀你就简单的擦一下，因为我是完全都没有去清理，拿回来就放着了，还没来得及整理呢，对吧，你看
至少一个中等品相吧，不能说好，对吧？咱不说好，对吧？像这种的，我都随手抓的啊，不是说我挑，我根本没有挑，对吧？我就随手抓的，没有什么挑的。你可以看，你就简单擦一下，对吧？正常是要多擦擦的，因为它里面有多是老灰，你不多擦的话，它就不会消失的，一直会有的。你看，是不是？哪里有太差的？你看，随手抓，随手抓，随手擦，是吧？这种不都是包绿绣的吗？怎么不行呢？这边不就是满绿绣的吗？不就是你们在找的美绣吗？是不是？是美绣吗？对吧？不就是这样的吗？没有什么的呀。你看这一枚是不是你们在找那种美绣？对吧？人家卖你们一两百一个的美绣，是不是？对吧？是吧？纸口没有那么清楚嘛，绣也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不要觉得差，我这一批通回来的纸口都非常好的，你们自己看嘛，是吧？这是随便扒拉两下，对吧？你看这个，对吧？美字的，简单擦一下吧，是不是？美字的随随便便的嘛。是不是？嗯，像这种的，看，对吧？看得一塌糊涂。其实只要抱紧，然后搓一搓，这个可能要搓久一点，因为这个粉有点重。啊，再看一下，是吧？不能说多好，但是字口也清楚的吧？对吧？还可以再拿那个刻刀啊什么再清理一下，看这种。都是我都随手抓，你看是不是？不都是美绣的吗？像这种字口的本来就清楚嘛，随便擦一下。哎，有些主播人家给你们看的时候，人家的钱币哎都是干干净净的，对吧？顺手毛巾一包，然后一弄，对吧？视频给你们拍一下，是吧？很漂亮，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吧？这个又要说了，哎，看这个美绣的，拿回去怎么怎么地，不就是这样吗？这不就美绣吗？看看算不算美绣，对吧？这个够丑吧，是吧？哎呀，这个不一样的。其实我这个拿回来，这个灰尘我都没处理过，好吧？这桶子里面开出来什么样就什么样，我没处理呢。你看，简单擦一下，是不是？这不都是一样的吗？看到没？啊，这一枚是应该有人清理过的。你看这一枚，是吧？你看，你没搞之前，它的锈色很差。你看，你看，它锈色还差吗？哎呀，就那么回事儿吧，对吧？你们愿意信呢？人家那个短个个都是美绣，是不是？对吧？是不是都漂亮吗？哎，你们之前现在还觉得我之前说的那个视频是吹牛逼吗？是吧？还是吹牛吗？没有吹牛的，你自己看嘛，对不对？我没有高兴做一些清理的视频给大家看，我就给你看看这种就清理出来的效果，是吧？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好搞的，你看就是这种，你看它都是灰，我没有去擦，知道吧？所以看的字口都模糊不清。你看像这种的，随便擦一下嘛，对吧？有基本上一半以上都是这种字口，干干净净、清清楚楚的，哪里差呢？你看这还有背，对吧？背下心，看到没？啊，应该是个流筒。这一枚就是字口就比较差了，对吧？不过这个版字口也好的也少啊。你看这种哪里差嘛，对吧？随手一擦就行了嘛。这个好像也有人清理过啊，这个地方漏铜了。看这个，对吧？你随便搞一下嘛，你看是不是？对吧？哎呀，这种的就是这样的，你看吗？哪里会有差呢？你看这个，这字口不行，对吧？你把它擦一下就好了呀。它是那个灰呀，上面是成灰呀。你去送瓶之前。你拿个毛巾擦一擦就行了，你看这种都是绿绣的呀，怎么不是绿绣呢？全部都是绿绣，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绿绣，自己看吧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后来买的啊，这个是铁锈啊。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，
种颜色不一样的锈，嗯，总之红锈、红铁锈，看到没？是不是？这种是彩锈，就色彩很多，是吧？这个就是原铜光，什么都没弄，你看也可以擦一下，我是没有擦，它上面灰就灰嘛，对吧？我感觉带着灰比较有历史的感觉，所以我有很多钱币我都没有去清理啊，我觉得带着灰有历史的感觉，看到没？都一样的，像这种的，对吧？这个应钱币也被清理过。这个钱币被清理过，清理的还是可以的，你看一下啊，这个钱币被清理过，这个位置被清理过，这里被清理过啊，人家清理失败了就放在通货里面卖了，也很正常嘛，符合经济利益。今天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做到这里啊，欢迎关注我，拜拜。花灯起，车声响。